地震预警，慎防强烈摇晃。地震来了，透过手机及时知道地震强度、范围。地震预报软体 DPIP 上架后大获好评，网友大赞既实用，预报又准确。而这软体的开发团队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学生。DPIP 是我们 TRM 系统的一个子项目，我们从2022年做到现在，已经做了2年的时间了。DPIP 主要有三大功能，首先就是针对你所在地区做地震预警，点选首页也可以直接看到地震当下的强度。还想了解更多，就点选地震报告，可以直接连到气象署网站看资料。团队学生超过15名，因为兴趣相同聚集，来自全台各县市，还有外国人，从测试、推销到写程式、界面设计，甚至客服，样样分工自己做。而能成功制作出功能完善的 APP， 系统被气象署看见，展开合作契机。我们也在2022年12月的时候呢，有跟气象署去做签约。那签约的内容呢，就是合作去推广这个地震预警。要观测地震，就要玩真的。他们自己找文献学习，在全台部署136个地震仪，而这每个地震仪大部分都是今年大二的郭同学全手工制作。做一台大概1个小时吧。 就是做好，包含焊接啊，扣掉吃饭，还有睡觉，基本上都在做吧，7、8个小时。要兼顾课业，还得牺牲娱乐时间，甚至砸自己的压岁钱，就为了研发 APP。 一群学生面临的困境比想象中多。当有地震一断线之后呢，我们实际上是要去跟那个车站的主人联络，请他教他怎么样重新把地震站连回来。而且气象署能给的也不多，因为他们也很忙，所以能给的其实也不多，真的都是靠我们自己。 年纪轻轻，脑袋回路却比成年人更清晰。这群学生用青春时光研发出好口碑，预报 APP 成为新一代台湾之光。三立新闻许志雄、林佳倩台北报道。